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一直走这心里一切都还没有用过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和两只去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想真的该要勇敢的预告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这段缘由剩下多少年？